呀，第好十天久了，啊，我老嘞，有人来帮我，都没有人来帮我。对呀，对呀。不要了，这两个人闹，这两个人闹，打完，快，yes， 快 ，nice 啦！我老哎，阿吉，三个人打两个人可以打输哦。哎呀，小马，我又不小心来个十连胜，哎呀，不是我的问题耶，是那个笨蛋安安的问题耶。哎呀，你跟他一单板嘛啦。这样哦，你来帮我带啊。帮你带有什么好处？不要啦，不要啦。打扫一个礼拜的房间。打扫一个礼拜房间。不要啦，我有手有脚，我自己打扫。有手有脚，这样你有手有脚买到这辆跑车没有？哇，这辆难道是全马只有三辆的 BMW 3 Series？ 当然啦，你都不知道我求我那一个人几久啊，他才肯卖给我啊，最后卖给我235.4块的。真的那么好给我？真的啦，我知道你很喜欢这辆跑车的嘛。真的丢？丢？丢 me？ 丢 you？ 好，加打扫一个礼拜。丢丢丢丢丢！好嘞，给我你的 ID password。小马 love 阿吉。哎。哎，过来，整天天呢。哎，阿吉啊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安安哦，又在跟我耍笨蛋了。那个老大做更死啊，每次玩到一半就 leak game 了。阿吉，看来又要靠你了。不要问我啦，没空我在复习着呢，明天要考试啊。你玩这个 One MTP 玩到这样厉害，帮我一下啦。不要玩啦，游戏很贵了嘞。比是有几贵？95包吗？话不是这样讲的 ，Broccoli 都起价了，何况是 Rishi？ 拿去买了一支笔啊 ！Rishi 不止浪费时间，还浪费金钱，很。乐色佛都在钱我包啊！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我们一起啪巨凶，啪巨凶，来，书就交给你了，可以，没有电脑就交给我，我们一起努力啊！啪巨凶，啪巨凶。对呀，就帮你上一个高高了。这行医生长命百岁，看看这些儿童很可怜的，我们可以看照片的。哇，阿基，你看才半天罢了，我们就筹划这么多钱了哦。厉害！你想过多几天，等活动结束过后，我们可以筹划多少钱呢？哇，到时候哦，那些小孩子可以吃多少餐 Alpha Rich 嘞？上次小红讲要吃冰糖葫芦，又吃不到。小如果偷拿一点点钱出来，他讲要吃高，他应该会发现吧。从这个总数看来，每天来个 10%， 哇，我的零用钱就有着落了，发达了，这是。三十五，哇，35够不够嘞？35啊，够啊，够啊！哎，小马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又在做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做什么。放回去，我当做什么都看不到。小马，你这么这样认真，我们不是跟你学的？跟我学？不要跟我讲，你看到这笔钱的时候，你没有心动啊？我只是拿那么一点点，剩下的都给爱童之家，他们不亏的。好像又是我。OK，
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分你一点啦。I help you, you help me， 我们一起啪击啪你的头啊！你知道今天问题出在哪里吗？什么问题？你今天拿了一点，小红又吃少两粒 lollipop， 拿多一点，小绿又没有 Coca Cola 了。10块啊，10块给他们吃几个月啦。你这个叫私吞，而且你刚刚在贿赂我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给不够多吗？给多一点。来来来，阿吉，浪子回头啊，不然的话。Hello, sir， 找我有事情吗？是的，进来。什么事情啊 ，sir？ 我有说你可以坐下来吗？没有。sir， 请问我可以坐下来吗？有人指控说呢，你有意私吞慈善活动的募款。私吞？私吞。我私吞？你私吞？我私吞慈善活动的募款，你私吞，而且还尝试贿赂其他人加入。Sir， 你一定是听错了啦，我最讨厌这种人了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解释，我这里有人可以证明，你拿了那些钱外，还怂恿别人一起加入。Sir， 不要玩啦，我哪里可能做这种东西。给啦，我分你一点啦。I help you, you help me， 我们一起啪击啪你的头啊！你知道今天问题出在哪里吗？你这个叫私吞，而且你刚刚在贿赂我，知道吗 ？Sir， 那时候我真是逼不得已，我才拿了笔钱的。我求你不要会把我给取消啦，不然我会被开除啊！我有理由，你听我的理由先啦、啊、你知道我不可以这样做的。你已经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，你做的不只是偷窃、贿赂，而且你已经欺骗了所有捐款的学生了。Sir， 我是真心认错了，我以后都不会这样了的。我现在就去把钱还回去，我发誓，我发誓，我以后都不会这样了，不然就天打雷劈。Sir， 求你给我次机会了，我真心不敢这样了啦，我会不会这样了的 ？Please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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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你那么真诚的认错份上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我不上报给学校，让你不被开除。但是你要谨记这一次的经验还有教训。而且要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，不会再发生，不会再发生，我保证。Thank you, sir. Thank you, thank you. 我现在就去还钱。Thank you, sir.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没有任何事情或任何人可以阻止我行了。